那意思就讲，人若有钱，无形中会将家己搭扮演亲像神明共款，因为敢若神明只压鬼压会落去啊，所以有钱使鬼的下无。即句话一个意思就讲有钱哦，有钱，迄个手的气力，讲话气力，就亲像神明遐有力，所以才有即句讲有钱使鬼的下无。咱来看犹太，那照教会传统来看，犹太其实是为着钱，这是一个传统的看法。所以早期的教会拢一直将犹太当为着这卖耶稣得到的钱，不过嘛有无同款的看法，讲犹太应该唔是为着钱，因为三十个囡仔唔是偌大。到底若不是偌大，伊是安怎伊要去出卖耶稣？